因为欲望是动力最强的，冲动啊。那如果你能够消除邪淫，得安住在离欲清净的状态，念一下皈依法，离欲尊。你看，没有欲望就没有轮回啊。所以你要融入于佛法，就没有这个有所求啊，想要干嘛？所以像各位来参加法会听闻佛法，要身心融入于法，不要有其他的想法目的，那你这样才会得到那个法喜，就像吃对药了啊。那你学佛一定要安住在当下，所以像你受了戒了，早上我们占乐师又跟各位特别用短短的时间传了八关斋戒。那这个八关斋戒的最大的功德是什么？来，不淫欲啊，完全断除，连晚上都不吃饭，连外表都不化妆，对不对？最高的功德除了不伤害众生，就是断除这个爱染执着、淫欲，包括对身口意、对外在的一切，这是他最高的。那八关斋戒受一天，超过人家一辈子受五戒，就这个功德，因为他得到解脱的功德。所以各位，如果你已经没有婚姻了，或是你还没结婚呢，你太有福报了，千万不要结婚。谈恋爱可不可以？不要笨了，把这个东西全然放下，放下干嘛？憋死吗？那你会欲火燃身呢？怎么办？赶快去慈悲呀，好不好啊？去爱老人，去爱病人，去爱流浪狗。这个世界，像我这一次是西班牙、葡萄牙，发现了新大陆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。什么新大陆？哦，那边蚂蚁好多，正好吃屎。我到美国找蚂蚁还找不到几只呢，面包一大块，两只蚂蚁。啊，哇，原来西班牙、葡萄牙蚂蚁又亮又黑啊，所以来得又快，吃的也多啊。而且太大了，大得不得了啊！所以可以去那边做很大的布施。还有西班牙、葡萄牙还有个夜，我觉得很好。到了美国纽约啊，坐在车上不能打坐，空空空空，空空空空，路有问题。西班牙、葡萄牙的路好像都不会空空空空，从头到尾都平平的。这也是一个不一样的夜。那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殊，到了葡萄牙就觉得，哦，原来澳门为什么长得这个样子啊？因为澳门受过葡萄牙的统治过，那葡萄牙是天主教，它有它的特殊的一种味道，近海国家。那各位讲到这个，要不要去？要不要去？当然要去看妈，你哪里不去呢？每一个地方都是我们母亲的地方。啊，每一片国土都是曾经是我们的家。你身为一个佛教徒，要行菩萨道，要跑遍地球，好不好啊？跑遍法界，你如果没有去接触，没有去慈悲，你是不可能成佛的。啊，所以回向无上菩提，一切都是要如此。所以能够脱离淫欲，得住离欲清净，各位你要很羡慕，很羡慕，很羡慕。啊，希望自己能够如此。结婚了，那至少不邪淫；没结婚呢，啊，太好了，把这个情与欲都要断除掉。第三，不恼于他，别人不会因为你而痛苦，啊，因为你这么清净啊，所以绝对不让别人看起来从头看到脚都好看，都舒服，就是没有伤害。第四，众人喜乐。每个人看到你都愿意接近了，所以这个叫我们佛教很喜欢看小孩子叫童子弟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有一个童子心，所以他有童子弟啊。所以每个人看到你都喜欢啊，接近你。第五，众人乐观，不但给别人快乐，别人看看你很舒服。就像我们看小 baby， 小孩子在睡觉还会偷笑，对不对？啊。爸爸妈妈的心都怎么样？你讲融化了。最近有一个先生抱着他小孩，师父你知道吗？
融化了，我的心已经融化了。我说我也融过了，很苦啊，很苦很苦哇！但是我只能回向给他们，希望他们早一点学佛啊，这才是最重要。难得投胎做人就要修行了，对不对？要么就去净土，投胎做人就得好好修行。只是他们的果报必须投胎做人，所以至少生在佛教家庭。第五，能发精进，这个都相关了。一个人有男女的念头或是邪淫，他这个气就散掉了，气散掉了啊，身上没元气的。因为这个男女的这个淫欲，它是最伤气的啊，就会气弱，所以他就没办法精进做各种的修行，会散乱掉。第七，见生死过。因为为什么断除淫欲？这个生死轮回就从男女的淫欲来的啊！你没有男女淫欲，怎么来投胎呢？所以做畜生、做人、做鬼，乃至做天人，都有这个欲望啊！所以你能够断除这个，你生生世世，你会了解生老病死轮回的痛苦，所以你就不愿意有淫欲。第八，常乐布施，连最出众的男女欲望都没有了，那金钱也好，所以我们出家人是出色欲跟出财欲，但是佛陀说这个男女色的欲望又超过财的几万倍。在人的生命里面最强的就是色欲，男女的情色欲啊，所以你连这个出众的都没有了，那你金钱上也不会这么执着了。第九，常要求法，那你就很喜欢去修行佛法啊，听闻佛法很有兴趣。我发现现在有很多问题，很多人啊不喜欢听佛法啊，一听佛法就外面走一走，走一走，晃一晃，那玩玩手机，再来就睡觉睡觉。但是人就要有这个意志力，意志力。所以第十，身坏命中得生善道，所以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淫欲，一定不会堕落三恶道。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一下，这十条你哪一条不圆满？如果不圆满，代表我们淫欲的心态业习都还在，那叫什么？那你要特别的发愿忏悔。像我也去发这个愿，从今世敬未来际，直至成佛，不谈不陷入男女情欲，好不好？要发愿哦，不然头发掉光光，对吧？不然长得很丑啊！你要发一个对峙的，对峙的，怕你自己又就陷到这里面去啊！当然，哪一天你已经证得空性了，男女的淫欲是一个方便，因为你就会，因为你为了度众生，你可能会去结婚，去传宗接代，去让这个小孩子成为一个菩萨。这个是另当别论，所以菩萨不是断灭论，说我打死都不淫欲，没有那个啊。但是如果对自己的发心是要这样，但是你已经超越了那个阶段，那对你来讲，它不是淫欲，它是一个法门啊。那个时候另当别论，但是你不能说完全的去否定它啊，因为你否定它，你看不起女人。看不起女人，你就不是菩萨。看不起女人，请问你下辈子会不会做女人？会让你做女人做到够，这样啊？因为你还有个对立啊，所以佛教要由戒定慧，会是无分别了，无分别。那行菩萨道的方便，那你要做各种的示现，那不一样了。就像佛陀来示现，又结婚又生小孩，500宫女。但是它只是一种示现，那我们才会从他身上去学习这个东西。所以做一个菩萨心里是如此，但是外向上随顺因缘。所以到成佛的时候，以彼国土无有生聚，亦无女根。就像你投胎去极乐世界啊，极乐世界通通不穿衣服，也看不到男女的性器官啊，也没有男女相，而且没有人淫欲，都是什么？你讲莲花化身，九品莲花为父母啊，要有这个观念啊。佛陀衣服脱下来看得见吗？
看到莲花，莲花里面片片如来，哇，怎么是这个样子啊？他完全没有男男女女的问题。所以各位在这一点千万你们做女生不要去羡慕，哎呦，隔壁那么性感，那你错了，隔壁这个业障怎么这么重啊？因为有男女相是太明显，我们出家人就是要连手都要包起来，对不对？不然人家看到你的手，哎呦，手的皮肤不错哦啊！所以像你们川海清有身材吗？这个时候不用身材，不用管他胖，不用手会败就好了啊！所以身体健康就好了，所以要慢慢如此。末法时期最容易两舌，包括我们修行人就很喜欢是说那个对那个错，那个好那个比较不好，这个叫末法。因为末法没有佛陀在，每个人就用自己的想法去批判佛教，对跟对对错错，所以很容易时时刻刻，各位包括你私底下在聊天，你都会两舌去批评别人，所以你就没办法得到种种的平等啊，甚至呢会孤立。为什么？因为这边写的所有眷属一切魔怨及他蓬头所不能坏，那倒过来说，如果我们有两舌的业，我们投胎在哪里啊，就会跟人家好像意见都不一样，会觉得孤立对立，会有这个现象。那我们必须从这个相里面去了解自己的因，哦，到底我这个两舌的这种口业，现在也好，过去也好，还在不在？然后你要好好的去忏悔，特别是因为各位行菩萨道，你一定要去劝人家学佛，你要讲讲话，对不对？讲讲因果啊，佛法哪里好啊，哪里不好啊。但是如果你有两舌呢，每次人家都会跟你对立，然后顶来顶去，叫不好啊。所以你要停止了这个两舌的恶业，跟好好的忏悔，而且将来决心不再犯。那你所讲的话，每个人一听必定相信啊。所以这个妄语两舌一定要守好，特别各位要念佛，劝人家吃素，劝人家往生极乐世界，你要让别人一听就相信。而且你讲话像前面所讲的修习妄语，发言得众，不管你投胎哪里，你讲话一定显现出来，就是说你说一，那个时候我就变一。就像坏话叫乌鸦嘴，是吧？讲什么是乌鸦嘴？是讲坏的变坏。那你是一个不妄语又不良舌的人，讲好必定对方会好。比如说这个人生病没问题，你会健康，他保证回去就好了，叫发言得众，对方也有升起的信心。那各位一定要修这个啊，很多老和尚都有这个，他跟你说好，这个事情保证圆满，保证圆满啊。他跟你说我加持你，这个事情百分之百圆满，因为他所言得众，他的这种累积的功德。好，我们休息十分钟，短短，然后呢走一下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叫传十善业戒也很短，如果没有这一本呢，等一下拿一下。好，休息十分钟，阿弥陀佛。电视台的存在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，让大众能够感受到。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，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